各位电影师，各位同修，大家晚安。弥勒尊老，感谢天恩师德，做事弘慈，师尊母亲罗大人大恩大德普照，更加感恩两天护法啊的护持，咱今仔日又共聚一堂哈、啊。那么咱今暗要来讲解，就是咱顶回。讲一半，讲不完啊！这句句叫做“应如踏入相念”。咱顶回都要讲一半，啊，咱以后嘛，甲讲好完满啊，讲好完满。那么第二个讲进程，遐啊，伫最近啊，伫电视、伫媒体有看到，看到咱连爷爷、连爷爷对起来知影啦啊！即马唔是咧讲选举甲党派，即马是讲。连爷爷一生啊，会使讲甘金汤匙出世的，哦，几啊代拢好个人，伊唔知艰苦做啥，啊，即回真拄好去参加迄个中国的迄个做啥，哎，阅兵哦，去阅兵，啊，伫个阅兵台，干那迄个阅兵安倒来。丧失掉伊一生，伫国民党的贡献，伫咱台湾的贡献，咱这个叫晚节不保，讲晚节不保。你啊看，伊即马安尼来，一世英名，为着迄个阅兵，拢丧失伊啊。因为后代，咱照天龙讲，后代要阁出来选举哦，可能有那无希望啊。啊、哦，因为政治性命可能到遮尔，那伫遮就咱想着讲，换尊论咱啦，咱道场有诶哦，为少年一直拍拼，一直拍拼，拍拼到我们现在的铁骨眼了，哦，大家拢甚至伫这道场付出牺牲奉献几啊十年，千万都忙为着一句话，这苏尊讲诶，千万都忙着为着人诶一句话。也是道场一个人事问题，还是讲我的情绪上啊，起毛我来不爱伊啊，安尼，这个比比皆是哦，这个也叫晚节不保。不管我们有一千个、一万个理由，我足多理由，我不爱来，不爱出来。啊，大家想看嘛，生气的什么人？道场没有对不起我们呢，道场干嘛对不起人？你若过去看下前辈一些红颜，你要知影讲，咱今我们是最幸运的一群，足幸运的啊！啊，所以讲希望讲，咱在座诸位唔好讲，嚯，从少年拼拼到尾啊，迄安为着一句话一沾湿，断了华生慧命。后悔莫及啊、哦！这是你要为功课进前做一个鼓励啊！这个是实相，这不是编出来，这是实相啊、哦！末法时期，法师不作怪，信徒不来拜，有三个假和尚啊、哦，三个假和尚，阿言哦，异想天开。异想天开哦，是讲这个信徒哦，咱难小可变一下行当孤人哦，啊，大家就信教呢。啊，两个伊经两个计要讲话哦，口才真好个，来做个左右手。啊，经一个法相较庄严的，做中按三个讲好些，讲即马信徒哪有人来请教来种啥个？来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有一天多一个技师来请教，哦，看到发上遐庄严，真欢喜，就跪落啊，就磕头啊。第一个讲，请问师，什么话叫做佛？讲请问师，啥话佛？哎，讲啊，真拄好。拄啊，迄两个左右手伫解回答的人哦，
去采干啊，来物件，拄啊无滴个啊，拄啊伫即个时阵，即、這个来问讲，看三万何做物？你看要怎答？系啊，伊从来毋捌答个，是拢边仔即两个咧甲回答，伊是发上庄严，广说供养安尼尔，啊袂晓答边怎？看这边，看正边，无滴个。看这边，人家拢无滴个，伊无甲答讲伊了解。第二有甲问讲三万这法，伊讲那食啦啦，佛国都袂晓答啊，法是变哪答？头壳看天，看天，佮看地，讲袂出来。看天，看地，伊佮甲跪咧拜，啊，安尼我知啊，好，师父够高明。第三个问看三个这经，经就是清净的意思。你看伊答袂出来袂？我那答袂出来。啊伊正边啊看，倒边啊看，顶啊看，下边啊看，已经看到无啥通啊看，目睭肿起，目睭肿起，叫我规日莫讲。伊讲我知啊，哦，师傅太厉害了。尾啊，搁啊问一句，伊是你想讲你忙搁问，我不要答啦，你忙搁问啊。伊向阳搁啊问就讲，壶要怎么修？导航啊，我导航啊，导航的意思啦。你来看讲，这个技术或者德心，那你讲祖先就是道场，伊歹的，伊拢个想要好的，啊，伊嘛无感觉歹，伊拢个想要对的。伊翻头要走的时候，拄啊，迄两个师，迄两个西官想飞，迄两个转来，伊讲阿塔赞嘛，啊，之前也是敢问讲，啊，你有和我们师请教问题无？伊讲，吼吼，太绝了，太妙了。师不愧是一个一代名师，大家叫他叫以墨大师。以墨拢无讲话，伊袂开口的，无开口的大师确实有厉害。伊讲啊，你是敢问啥？我莫敢问讲啥啊，做好啦。哎呀，那甲你回答，唔爱在这边看，啊，那边看。伊讲阿安是代表啥？伊讲。人人是佛，面面是佛，众生拢是佛。哦，一个赞叹，讲师高明啊。啊，佫啊问啥？伊讲问法，爱安怎答？你看顶悬，佫看下较更高明，佛法无高下，法法平等。安有够答无？安你有够想无啦？那就是直先叫做道场。第三个问经，伊就不要答目睭拢假，伊讲安尼清净，一尘不染。你看，甲伊讲，这听起来是好笑，熬是熬是这个直心的人。所以哦，各位，咱做弥勒的弟子，人讲。弥勒真弥勒，化身千百亿，虚实是虚人，虚人自不识。啊，咱偏偏啊，咱当造塞造，还是回到原点啦。你啊，讲这段，你就知影讲哦，我们费了多少，浪费了多少的生命，多少时间，还是要回到原点。好在他是一个直心。直心就是道场，伊无歪无错。虽然你也讲唔对，但是伊个认为就是对，这人会成就，这个人会成就。咱顶下讲讲佛号一句无量功德，因为这句句就是因而他那相持念，就是念佛的功德。但是念佛有非常的功德，
但是在咱的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咱也做介侪错误的工作未？在咱的一生的过程当中，咱也点点滴滴的唔对，咱讲大过不犯，小过不断，叫咱台南帮袂咱袂啦。但是因为心口伊所犯着的，叮叮塔塔，啊叮叮塔塔要安怎？唔是干那念佛的功德就补会过，你一定爱加上忏悔。所以咱愿忏文内底，咱逐日咧拜拜有愿忏文无？愿忏文安怎念？弥勒祖师，妙法无边，何必众生忏悔佛前，改革自新。不管弥勒祖师的妙法有多高超，如果没有改过自新，弥勒祖师也不可能跟弥勒祖师同住天板。所以这上重要的不是跟他忏悔，是你要改过自新才能同住天板。我现在来介绍两个公案，这都真言实事，这不是故事，这不是在讲故，这都真言实事，这都我本身经过，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。然后知善能改，善莫大焉，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害亲的罪过，只惊你双脚跪下，不管你犯多少不对，双脚跪下就对了。阿母啊，我不敢，咱来佛前忏悔就是阿母啊，我唔敢，我甲先做忏，向先做忏悔。天不杀悔过之人，所以忏悔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。有一个道亲啊，较早我当时也道亲呐，也道亲，伊哦嫖赌瘾，所以咱常讲五转的五转的啦吼，嫖赌瘾啥当当的。爱头前哦，母母的一山平，后壁因老母在一切担当，一拜两拜无要紧，长期安尼是挡袂牢呢。因老母讲也讲袂听，气甲拢自杀，啉药啊，啉药啊自杀。家仔发现了紧，急救有我，伊在当电话，伫讲讲电视。伊真坦白，伊真坦白讲，伊发生嘅代志是安怎？我讲，我讲你犯着五逆罪，啥做五逆罪？再还有几只咩？杀父、杀母、杀老汉、出佛心血、甲破和合精、破坏这精团又乱呢？第一上吃的就是杀父杀母最上当。你今仔日恁母啊为着你苦劝袂听来自杀，我讲有死无？伊讲无死，我讲家在无死要忏悔一滴。恁母呐因为安尼死，你连忏悔机会都无。你顶下落阿鼻地狱，无间地狱，伊总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。我讲我变怎？顶下说你来救我，我讲唔是我，我多救你，你爱你家己救。啊！我要安怎求？伊甲恁母啊跪，甲恁母啊忏悔。伊总真正等跪伫恁母的面床头，跪伫恁母的面床头，跪咧磕头，啊！一直求因老母下罪。因老母讲到尾啊，心软，手从伸出去，头壳壳缩缩的，讲好啦，我原谅你，安尼才避开。啊，毋是安尼就煞呢？伊逐日去你烧香，拢一千箍数，忏悔一千箍数。最难能可贵的第三条，伊有一点保养味，保养味啦。哦，伊甲母啊讲，讲我这条哦是我的性命钱，我万一若死，这条钱你一定爱供养三宝，就是讲
一定全部要供应学堂。因老母讲好，但是伊惊因母啊公公啊拢放我出来，看因老母爬起来来咱起来学堂，来面在我的面头前，当面讲我清楚。伊念一句，因母啊对一句，念一句，因母啊对一句，安尼才圆满。伊来甲我讲，我甲赞叹，讲你这条罪，安尼大做真忏悔啦。各位，你要怎啥啊？做忏悔，咱逐月你来忏悔哦。有话讲，啊，就来对我念，对我念。问题是，是咱的心境，我的心，我用什么心来忏悔？不是你对我念，唔对我念，迄有效无效？不是有效无效，是你有真心忏悔无？达古的经历心得，你今日有真心忏悔，达古念着，达古你心得生生，安尼大就真正忏悔，迄大就良心的忏悔。我要讲第二项，阮五代食菜，唔是五个人食菜呢，五代食菜，我这唔是分家规，我是要用这个例，互咱大家知影做参考。我五代食菜，为阮阿嬷因开始，阮老爸啊，我，阮囝，甲阮孙啊，阮真上细汉的咧孙啊，今年读研究所啊，我五代拢硕士。我为啥物在要讲这個？看开，那一般看开讲，哦，迄地家班是毋是够诚心？安有诚心无？有无？我嘛感觉有啦。我也觉得讲安尼有淡薄仔诚心，但是诚心，这个家庭会发生不幸的呗。你茫讲我拜什么佛，我食安怎，啊我行偌济功德，阮厝拢总会一帆风顺。错了，这种观念错误。阮媳妇四十几岁得癌症，迄颔管肿拢没了。拢免要痛苦年月爱化疗，啥物安头毛落落去，有诶无安，我实看啊真艰苦。所以迄阵时间我定下转去，定下转，就是半日甲安慰。但是人伊介坚强，伊足坚强诶。我会讲伊，就是讲，因为伊遮艰苦，总无做生理，啊无做生理。总来造成阮后生，伊规心从来学钢筋，电拢咧钢筋，啊，所以伫阮厝诶佛堂又闹咧钢筋。迄天我拄啊转去，伊班级用爱呢，迄因太太是用爱，阮后生爱阮新妇，阮硬爱去到四楼顶，爱去到四楼顶，硬勉强迄坐袂住啦。坐两点钟坐袂掉，坐到拢脱落，坐袂掉。到结束了，大家拢累啊，我嘛拄啊要学咧，伊讲爸，妈，恁两个慢些累，我有话要甲恁讲，阮新妇啦。讲爸妈，你慢些累，我有话要甲恁讲，啊，我拢挖过来。你敢那挖过来是双脚拢跪落来？阮是无双脚拢跪咧，我看着心真酸。迄人在咧艰苦，伊双脚拢跪咧，拢趴伫迄涂骹咧。伊讲爸妈，我过日为我少年过日要恁入恁的门。如果我若言语上、行为上对恁无礼貌，互恁无爽快的所在，恁请恁原谅我，因为我无明仔啊。安尼我听着目屎拢流落。伊讲我已经无明仔，你我最后一摆忏悔，所以人之将死，其言亦善呐。迄个是为内心发出来忏悔，那才叫真忏悔。往一切都化作东流，无啊啦。安尼到地藏菩萨圣坛一讲，归空去，安怎个抓断去？啊，这介侪同修有迄个。哦，慈悲为家去参加一个个别，每一个人德行累积下来的业力无同款。
阿南，我当时咧想讲，啊，那安尼不能啊，伫正伫边啊，毋着拢一贯得得亲，这是错误的观念。从这位村奶奶因左囝哦发生这个不能，当然咱是有悲悯心，但是这个人的业力，个人的业力哦，啊，个人担。佛得世尊先佛得，还有高中的烦恼啊！何况讲咱这世俗人，哪位了未拄到困难？所以拄到困难，你未使懦弱，讲先都无自卑。啊，那从我头先讲啊，讲我五代拢食在，啊，过来发生这款不幸，我老爸做生意也失败，一个新妇少年当当，安尼就来过身呢。啊，虽然我看起来是不幸，唔过来造成我老师总起来攻击，安尼不幸也有幸。所以你看到不幸的代志，不一定不好。逆境自逆增上缘，咱唔通以为逆境哦怕败，安大家理解无？又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凡诸境界造种恶业，闻是弥勒的圣号，五体投地，实心忏悔，是诸恶业速得清净。凡诸境界造种恶业，所以梦主是梦中不暇一人，接着是下品往生。叫做下品往生，就是你犯戒，你做唔对，你会当忏悔，会当改过自新，弥勒佛绝对无弃养你，一定给你摄受顿。这个叫做下品上升。中品往生就是欢喜信修供养礼拜，这是中品往生。上品往生最殊胜，看起来介困难，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，咱每工拢在做，做到唔知讲我今仔做。你做的每一个件代志，拢是未来上品往生弥勒净土。第一，咱有定定在想，咱要和弥勒做出同住天盘，啊是凭什么话？我要安怎做，才当和做出同住天盘？第一，第他妈犯戒忏悔，犯戒忏悔。第二，就是欢喜供养信修礼拜。第三，这是上品往生，这个最重要，这六项。第一，勤修做功德。来，我请问咱大家，咱有勤修做功德无？有还是无？来，我一个引导。咱若来忏悔时有淡薄淡薄无？爱是咪勤修做功德？你有度人无？侬唔捌度人，你拢度无半个，这世人侬唔捌度半个，啊捌就是法师啊，啊无意思。恁来清扫学堂，来，要哪里老的来到这工过，或者无畏师，这叫勤修诸功德。啊，恁大概有做无？有还是无？啊，有就有，他唔敢应。哎，这里变上品往生的呢。来，第二，威仪不缺。啥子威仪不缺？
唯一不缺的是五戒、戒律、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，这个得爱看恁家己啊！啊，因为咱无生活做伙，啊恁有偷食无？我唔知道。啊，这恁家己去想。啊，有偷食一项尔忏悔。啊，然后偷食，迄就是犯戒忏悔。只要你一心忏悔，啊，忙偷食一摆，搁再偷食第二摆，安就无算啊嘞。偷食一摆，偷食一摆爱忏悔。这就是五戒啊，这讲笑啦，应该大概是袂啦。哦，第三，扫他拖地，扫他拖地就是讲来整理学堂啦，来倒摒扫啦，叫扫他拖地。但是咱即马直接要讲的扫他拖地，一间学堂爱清扫，咱每一个人有一间学堂无？有哦，我倒无看到学堂对。咱每一个人拢有一间学堂，学堂伫对。学堂伫遮，即间就是学堂。方寸宝地，就是咱自性佛佛伫大诶所在，即就是学堂。时时勤入切，勿自惹尘埃。时时勤入切的意思，毋是你伫甲切面，你伫甲撸撸甲破皮都无效。就是讲，咱咧用咱咧良知良能来生活，发慈悲心，哦，平等心，这就是时时勤入切啦。拄着六根，触着六尘，卖金刚金刚，应无所住，以生其心，那个叫做。扫塔徒弟，这代是真正扫塔徒弟哦。当然来这扫涂骹整理哦，人要讲经的时代摆这，这拢是，这拢是，但是要不如家己清扫咱这个佛堂，咱这个佛堂一定要有清洁。第四，以种名香、茶香。咱厝内有安有堂的人，恁拜拜，啊献花，有无？这咱有咧做无？献茶、献果、献花，这就是啊。安尼是毋是咱，逐日拢有咧做这工课？所以你茫介讲介困难，其实它很简单。啊，无有堂的变怎？无有堂的咱来供堂嘛。咱在公堂常常嘛有咧做这工课，嘛是以种名香妙药供养。第二就是行种三昧，三昧就是啥呢？就是正定。咱来行正定，深入正修。正修的意思就是讲，闭门生日，闭门深入。啊，这个正三昧、正修、行种三昧，就是讲。正定是啥意思呢？正定就是咱的三宝心法。咱咧修三宝心法，就是深入正修的基础，就是正定的基础，就是修定的入门。啊，咱有咧做无？有还是无？啊，你啊看，咱五行拢有哦。啊，佮一人读诵经典，有咧读诵经典无？我甲你讲，咱迄张。时阵时尾拢无留半行经典落来，祖师敢留一张，这张就是咱一贯道的大藏经，传下东来大藏经，我来写无？这就是一贯道的大藏经，以及佛经的书信有三种，第一就是天命的传承。这里有天命的传承，第二项有三宝心法，降下通天桥，无影三情对合同，有敢讲这无？这个就是三宝心法。第三就是你介绍咱弥勒祖师的一大世因缘，啊那无，咱虽然是弥勒祖师的弟子，
对弥勒大师还是很陌生，就是因为陈亮师发现到这个问题，才叫和尚来讲这个，安尼当时嘛有好些产生对弥勒佛的敬仰，甲了解伊的伟大，甲讲咱做伊的弟子的人应该安怎做，这个、叫读诵经典。咱逐日有咧读无？有诶，甚至阿伯啊，拢会晓背。你平常时着甲读，毋是来遮搭读，闲诶时着甲念，即叫做念佛。你啊看，那安尼话，咱是不是勤修做功德，威仪不缺，扫塔多地，将明香妙法供养，行众三昧，深入正修，即是一门深入，一门深入。读诵经典，按这两项咱拢有咧做无？有对唔对？是有还是无？安尼我甲你拍拍，祝福恁大家将来拢上品往生，直接含祖师同住天盘，安有欢喜无？有欢喜。来。一般的人，伊要往生是随业往生哦。人讲前世做，即世修，即世做，安怎？后世修。所以因果的轮回，它是丝毫不爽哦。咱即马不管过了好歹，富贵贫贱啥的不管。男女经来啊，各得到刀啊，各有这个仙姑，它是成佛的基本条件。不管咱的生活如何，咱今仔没有结这个缘，就是成佛的基本条件、哦。一般的凡夫也捌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你看，他会随业往生，讲万般带不去，只有业随心，业力的牵引。迄业力你甲你砍，人往生的业力甲你砍，要甲你砍对，要甲你砍对。业力的牵引，你没有办法选择，也没有办法拒绝。讲我无爱，啊，我要算。父母子女会当算未？我要敬阮老爸，敬上来做老爸，安尼会当算未？哪会咱规矩来选王永庆老先生，还是还有一天爷爷做囝，咱减奋斗三十年，咱免奋斗咧。出事了金汤匙出事啊！啊，毋过咱就无了命，无了命，咱就爱认命，较拍拼啊！今日是谁敢袂当选？毋是老爸袂当选的，囝咱嘛袂当选。因囝有一天改母来怨叹讲：“妈妈，我有够倒霉，我为什么是你的儿子？”因母啊讲：“我去较衰，我哪当囝，我袂当囝，你来我做囝。”哎呀，无多囝，这业力的牵引哦，拖来拖去。啊，富贵贫贱，好业赚会当囝未？无多囝，生死你有多囝无？严君爱你三件事。绝不留人过五天，你无法度，你逃袂过啦。这个叫做一般的人也随业往生哦。咱唔是哦，咱虽然有犯戒，有犯啥啦，知影人忏悔，咱还阁有机会让祖师同入天盘。这一般话都无哦，无可能哦。贪的人也落个轨道。二轨道，轨道，啊，轨道大概是安怎样在落的？它是贪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因为这咱解说几啊遍啊，我即马甲它简单解说几字得，几字，几字，第色，色的是啥呢？就是
爱的意思，爱。菩萨对众生的爱什么种？菩萨对众生爱，他是无怨无悔，对不对？啊，父母对子的爱呢？心甘情愿，不管这个子气嘴老烂，还是白痴，拢当伊的宝贝子，拢是伊上好的一块肉，安对不对？这许多人就是安尼啦，迄就是天职，迄就是天性，不管这个子安怎样，拢是伊心中上好，不管伊气嘴老烂白痴。所以许多人爱子。他是无缘无悔，啊！那男女的爱，男女的爱，查甫查某哪里爱？你恋爱的时，孙的时啦，孙的时，是咪情家爱色？什么叫做情家爱色？汤甘蜜甜，你念我，我念你，叫做情家爱色。哎呦，俺旧纸哦，无你我无娶哦，无你我无嫁哦。无论海水会烂，石头会打，咩啦？石头会烂，海水会打。无你我唔娶，无你我唔嫁，到尾啊，新娘拢唔是我，囝婿嘛唔是伊。迄等你等到未定的时候，盲目啊盲目。啊那热的时咧，爱情啊破裂来热的时，到尾啊拢同归于尽。小学生门捌看慢慢，迄一个老师爱老师，一个老师爱老师，到尾啊，迄个查某老师佫爱别个老师，安尼尔，拢甲抬死，毋是干呐抬死呢？迄万人恨甲讲，甲乌心肝起来煮煮杀杀，食食温华沙味烟啊！伊要甲乌起来讲，讲你的心肝是哪只只乌我暗爱你，你才佫爱别人啊？心肝甲乌开煮，这报纸报的，有哪有这种人？所以贪他会下恶轨道，诸恶得恶啦，哦，诸恶得恶。所以咱的弥勒经有哩甲咱讲，报淫罗痴，报的意思是讲诸恶得恶啊，男欢女爱，就是讲诸恶得恶。讲着这个哦，讲着这个情结爱事哦。迄天我都爱听着慧立法师讲着爱情像三颗球啊，讲男女的爱情哦像三颗球，啊这三粒球在啥呢？伊讲啊，拄啊伫恋爱时，拄啊亲像篮球、篮球啦，像咧拍篮球，接球是毋是甲侪人咧抢？你抢来我抢去，伊讲爱情像篮球。结婚了变啥？结婚了变什么球？躲避球，躲避球。到尾啊，两战哦，红虾是赌伊的，叫因囝求因老母，因老母写写求因老爸，大人红赌的。一摆因老爸讲，我明仔载吼，明仔载要开会，爱提早一点钟起床，拜托你一起写写给因囝，叫求因母啊。讲拜托因母啊，明仔五点爱甲叫，我啊六点起床上班。明仔起来，食了啦，他无甲我叫，已经六点啊。爱总写字眉毛，我叫你甲我叫，他无甲我叫，讲你痴迷啊，伊个写过，你痴迷啊。我写上五点的，伫你的枕头卡，你家己无看的。你看阿公安怎做咪无？叫做婚姻啦、啊，暗一搭口罩拢安啦，啊几乎无安啦，介多啦。迄两站的时拢往下去，含叫食饭嘛往下，食饭啦。啊，你食饭安叫的唔叫？啊，就叫因安都迄两站。伫爱的时拿球小抢，即马结论了变躲避球，唯恐。我也讲来，迄个香美丽人，第三粒球三号人了，高尔夫球，
一竿进洞，到尾啊，各归动物，哎，完完，到尾啊，死人，人的一生都安，性命短短啊！啊，那阿鸾你放喺是，买三秒啊，五秒了，未出事啊，一走走走走，自动走去，走去毛阿波入边，买几秒钟尔呢？我看无十秒呢，阿鸾你放喺地走十秒，啊，这三粒球哦，啊，佮底下冷战哦，你啊，可能注意讲啊，讲。讲后人要甲叫较早起来，讲往下呀，啊，甲囥个枕头卡，啊，甲你卡到你往下呀，使者你甲叫，你看，他会下恶鬼道，嗔恨，嗔恨就是地狱道，人讲光洁。光有近无？光的速度有近无？我讲光的速度偌近，你若看到光迄线啊，迄个线啊，按细一个，安尼细一个，伊地球拄啊走七点半，光啊，光的速度，伊讲光近，即个节节的介近，讲近光介近，还佫不如你的亲心，迄、那个亲心发开时。一切不过，归了去，三代立正，一代开光，会修功德难。所以修道一定要忍辱、忍辱。忍辱就是福报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退一步海阔天空了。忍一时，风平浪静。所以修行一定要忍日，那忙哦，三代立正，一旦俺主孝人一折折折，这个到位啊！你看，他妈讲晚节不保，一下一声小了了，划不来，还是要忍日啊，忍辱等于福报。这判性地的人哦，什么代志拢做会出呢？什么代志拢有可能发生呢？啊，拢伊拢啥忍，搁再忍，忍无可忍，啊，都爆发啦！今仔修行人实在是唔免忍，本来就是拢空性的，你含忍嘛唔免忍，啊，都唔免忍嘛，他有啥物艰苦？连忍都不要忍。就是让它过去，这是修到最高的境界。修行就是要修家呢，不是我忍耐，我的压制压到尾啊，都爆发开啊，就是亲像光安遐紧哦，唔在你爆个规个哦，功德拿烧了了。痴得畜生道，畜生道得啥？不信因果，伊啥都无信。愚痴的人哦，讲袂听，他不信因果，所以讲随心所欲。随心所欲，轮回延续，这是最愚痴的人。最愚痴的人，伊绝对无相信因果。佮最后一人，就是随念，随这个念力。随这念力，三念力，亲像咱咧读诵经典，那你讲欲为弥勒作弟子，就是讲我想要让弥勒去做弟子，要让祖师当入天盘，一定要自心系念，这就是随念往生的啦。哦，自心系念，这系念是啥？系就是白的，白智慧。这是有形讲的，用“白”，其实就是心，我的心和佛的心连做伙。啊，要安怎做？我的心和佛的心连做伙，就是我咧念佛的时候，佛有哪里念咱，安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念佛的时候，佛他的心也在念我们，安尼是不是心心相印？
你要用弥勒做地主，你爱念弥勒的法号，请念弥勒的形体，咱甲看伊的形体，啊，定定想到即阵吼在心也。你看迄个形体哦，大陆人拢甲讲做即个咱那个弥勒祖师，甲当作财神爷，要财神爷倒来要发财诶，啊！啊，这是咱的弥勒祖师，请念佛念经，请弥勒名。所以我谈嘛，有当时啊，这是伫遮附带做一个交代啦吼。咱来烧三宝心华诶时，迄、那个引导的人，我讲哦，无论即卖唔是分别心讲啊，得爱念对一组，念对一组。你若要念释迦牟尼佛也好，还是要念观世音菩萨也好，还是要念对真如地藏菩萨也好，这拢总无啥物唔对。但是上仙经就敢讲，至心邪念念不停，像清明灵名。为什么咱得要含当祖师当入天盘？你再可以念其他的佛，这样个想开，个性格格不入啦。你哪会感觉无？我若听因领班吼，你讲哦，恁要念观世音菩萨也好，念啥好，这个我不反对啦。但是我即马讲出我的心声了，恁要安怎念，迄得随缘啦，哦，迄得随缘，因为咱。依此功德，一日至七日，依此功德回向原生弥勒前，以念佛做三宝心法了后，你定爱做回向。咱若伫厝家己咧做三宝心法，你一定要回向，将这些功德哦，尽处报心之时，蒙佛接引，与祖师同住天盘，以未来世，我哪会当来护莲华三昧。文法正道，定力天面无相，一定要回向。每一次的所做的功德都要回向。但是我搁底下强调，还是念弥勒佛的圣号，用弥勒佛的圣号，还是五字真经都可以。因为五字真经第三天的佛经，有哪有弥勒这两字，所以希望讲。这是我的看法啦，我个人的看法。啊，恁若是讲，啊，我著对释迦佛祖，对某一尊佛较有外缘，不要紧，你做迄个概念，哦，无啥物唔对啦。这是观念的问题，观念的问题。哦，咱哦，我袂使去讲的啊嘛，都时间到啊，咱永安得，哦，即句英语他那雄奇念，咱得。大家做一个段落，我们一起来回向啊！一起来回向。南无东来哈生弥勒尊佛。好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法力充满，谢谢。在，谢谢仁安师慈悲，三，大家请坐。